我们来看一下跑跑二的画面。哇，这跑跑二画面就是屌啊，这个画面真是太屌啊。声音跟那个 都 OK 吗？不舒服，啊，如果不行再跟我讲。其实我最难接受就是困宝跑一跑的时候会突然笑一下，哎，我觉得很害怕。然后第二部首就是那个甩尾啊，请问那个几气条到底哪时候会满啊？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凭感觉的。我都不知道那个到底哪时候满，还忽然笑啊，吓死我了！而且我还不知道他怎么触发他的笑声。哎呦，跑得好烂！哇哦，你看他有哇哦，你不要误啊，吓到我了，哥哥。然后不能地照。也不开放一下台痕，真是的！那一神在干嘛？那么黑胎谁看得清楚啊？没办法，地罩好不习惯哦，我只能用扭脱了。哎，你看撞到又来了啦，可以把那个设定关掉啊，还翻车，50几秒也太慢了吧！再一次，没安全感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快跟慢而已。我先跑一场，到底可以跑多少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360啊？看起来是可以啊，连喷也可以啊，但是不能地罩哦，地罩了，靠！基本上都可以啊。哇！他撞到时候，哇！哇！哇！并招怎样？好，正式来哦。我们先看一下我可以跑多少。先看一下刚跳过来的实力可以跑多少。哦，这个是不是离太远了？哦，好贴哦，吓死我了！不要再呵，你喝的我心里发毛啊！老实说，我现在看起来跑跑二的画面就它的界面像是 Xbox 的感觉。就是那英文都放得很大，呼哇呼呼，好像拖得不是很好。这个氮气我都用猜的，我都猜它会不会满。啊，弄丢！狙！哇！哎！
49多，好50，哇，49.99，好烂哦！我最后中了一下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操，我是哪一烟啊？我哪一个颜色啊？我还没注意看，不可以低招。啊靠！我一开始按到低招了，这个也太稀了吧！那是哪里啊？哦呦呦！这碰撞有点不科学、欸。哎呦，蓝气的、欸，我操，这是有蓝气的、啊，我忘了，我玩的是团体赛啊。就跟你说，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气在哪里啊！等一下，是哪里？都要补个蓝了，输了，补起来，补起来。哎呦呦，直走了啦，气这么多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哦，卡蓝。有没有尾流？他，哦哦哦哦，他一直在漂移，好可怕、哦。哎、欸，好像有尾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尾流哎、欸，好扯哦！哇，输他！这下尾流哎、欸，好猛、哦！我看一下宫颈在哪里，看能不能跟他一起玩。啊，走旁边比较安全。然后走旁边，他跳下去的时候要压刹车，不然你会往前翻。这个这么扯哦！你翻一次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OK。层高下面那个也会翻哦。对，就是走旁边，然后下去会翻。我靠！他、啊、这个可以脱漂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脱不快。我也觉得。哦，走右边哦。哎、欸、屁啦！左右边跳下去哎、欸。你要那个，你要抓那个位置，不能完全贴右，或是朝着右下去。去。这是左边啊，右边啊，左边。啊。要跳的时候要压左、哦，不然会出去。换边走啊！撞屁哦，对哦。所以你前几天就在玩哦。没有啊，我第一天开始，我第一天跟外国人要需要开始玩，然后昨天在家，没什么玩，感觉你蛮熟的。没有啊，就玩个一两个小时，你就会习惯。完蛋！哦呦，还好高呀。
好不习惯这个感觉哦。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我们以前玩 PRO 跟 SR 的时候，就是要马上压反胎，那就不能拖啦。